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减肥而努力。不过减肥成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。身上多余的皮肤会让人崩溃。就算手术切除这些皮肤，狰狞的疤痕也让人很不舒服。有些人选择用衣服遮盖。Kevin 却想正大光明脱下衬衫展示自己的好身材。Kevin 从小就因为超重苦恼。10岁的时候身上就有肥胖纹了。18岁时他的体重超过了150公斤。简直是一座小山。因为身材问题他非常自卑。还被同学霸凌。渐渐变成了一个宅男。每天的生活就是游戏吃喝。他也想过减肥逆袭。但节食几次后都失败了。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，他终于减肥成功，短短年时间就减去了80公斤。做了次多余皮肤切除手术后，他终于重获新生，但手术留下的疤痕让他很苦恼。每次别人看到这些疤痕，都会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一次又一次讲自己减肥成功的经历，虽然很励志，但也很厌烦。他希望自己能够与过去彻底割裂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如何遮掩伤疤成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。最后 Kevin 做了全身刺青，艺术感十足的刺青彻底遮盖了伤疤。现在他脱下外套，大家只觉得超酷，再也不会一脸担忧询问他的过去。现在 Kevin 成为了一名模特儿，他没有忘记过去，只是想要干脆利落地开始新生活。看看这个浑身超酷刺青的型男，你能想象他过去是个被人欺负的小胖子吗？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，古人诚不欺我啊。